第63讲，我们来讲一下长收肌。在内收肌里面，这块肌肉相对来说比较长，它比大收肌的长度可能要，这个稍微小一点。因为大收肌的话，它不仅长，它还有厚。那么长收肌具体的附着点，第一，它附着在耻骨头这个位置，这是耻骨结节，耻骨节外下，外侧，稍微往下一点，就主要是在外侧。这是。耻骨肌的附着点，耻骨肌的附着点往内侧，这是长收肌的附着点，长收肌往下往外，最后附着在股骨的粗线。长收肌它的功能可以使髋关节内收，前屈，也可以使骨盆前倾。这是长收肌。使髋关节前屈。临床分析，如果这块肌肉在，比如长时间的骑马，或者是做劈叉，或者是做体操、跑步，尤其是步子迈得大的时候，很容易造成内收肌的损伤。那如果内收肌，比如长收肌损伤，这患者表现为这个内收肌这个地方疼痛。髋关节里面疼痛和膝关节内侧的疼痛。生物力学分析，内收肌，它对于这个骨盆来讲，可以使骨盆前倾，也可以使骨盆后倾。前方的肌纤维可以使骨盆前倾，比如长收肌，比如耻骨肌；后方的肌纤维可以使骨盆后倾。但是内收肌整体上对于骨盆倾斜的力臂非常小，它最重要的作用稳定骨盆。那第二个，内收肌对于髋关节来讲有内收的作用，那对于屈曲和伸展的作用和股骨的位置有关。如果股骨往前，髋关节已经屈曲了，这时候会做伸展；如果已经做后伸了，内收肌有前屈这样的功能。然后再有。长收肌是一个解剖位置非常关键的解剖位置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比如骨，这个位置指的谁？骨三角。骨三角，骨三角指的是腹股韧带，腹韧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缝匠肌、长收肌组成的这个区域叫骨三角，里面有神经血管等等。第三个方面，内收肌如果有问题，比如长收肌。这里面摸到有条索，有病变，那么有可能是内收肌本身的问题，我可以用针刺、用手法把它松解了。但是有些你会发现，松解完以后，内收肌里面的这个条索仍然存在，原因是什么？内收肌没问题啊，领导有问题。内收肌，比如这个长收肌，这剪断了，长收肌它的神经支配是谁呢？它的神经支配是这个神经。叫闭孔神经，这个神经从闭孔外肌、闭孔内肌、闭孔膜组成的闭孔管子出来，就这个位置来支配内收肌。当它穿行闭孔管这个位置受到了激惹，这个人表现出来可能是内收肌里面有条索、有病变，所以治疗定点上来讲非常简单，耻骨结节外下1.5厘米。这是闭孔管的体表定位，可以用手来强刺激，往里面深入进去进行，这个手法的波动，那也可以针刺进去。内收肌和其他肌肉所形成的筋膜链是这样的，小腿这个地方胫骨后肌，腘肌往上内收肌，再往上是盆底肌，以及髂腰肌，还有前臀韧带，一直到。膈肌，那其实这条筋膜链和什么有关？和盆腔、腹腔内脏的关系非常密切。那所以，如果一些内脏疾病，比如这个人有痛经，那你可能要找到内收肌这儿一些点，那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问题。如果有，你需要进行处理。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条筋膜链，筋膜链的思路就是，这条筋膜链的任何一个部位出问题，都会造成其他部位，它的损伤的。方向可以是向心，
也可以是离心。这块肌肉的触诊，首先你可以摸到耻骨结节，往外稍微往下，这里面就可以摸到长寿肌。那也可以先摸到耻骨上肢这个位置，先摸到耻骨肌，再往内侧一点，这可以摸到长寿肌。摸到以后，让患者抗阻内收来感知这块肌肉的张力。长寿肌牵张的方法，患者坐姿，借助重力以及手来往下压，啊，髋关节做外展、外旋这样的姿势，啊，牵张的最主要的是长寿肌，其他的内收肌也会受到牵张。如果内收肌有问题，你可以让患者回家做自助这样的自助动作。内收肌和耻骨肌，你说长收肌、短收肌、大收肌和耻骨肌这些肌肉，它对于人体下肢骨盆的稳定和功能的正常非常的关键，而且这些肌肉常常有时候被遗忘，那么它对于下肢疼痛、骨盆里面内脏的功能的障碍，关系都非常密切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内收肌所有的起止点啊、功能啊，这些思路都要搞清楚。好，我们来看长收肌，总结一下：第一，起止点，功能；第二，临床分析。首先再看扳机点，出发点。这有问题以后，髋关节疼痛、膝关节疼痛，你得知道是这块肌肉的问题。神经思路，内收肌有问题，可能是臂孔神经在臂孔管这受到了卡压。第三个，生物力学分析，还有筋膜链，往下，这整体是内收肌，往下胫骨后肌、腘肌，往上，前纵韧带、盆底肌和膈肌，和内脏筋膜也联系非常紧密。那以上是内收肌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肌肉——长收肌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